老公，你人生中中过奖吗？中过，我这一生就中过一回奖，而且还是让我最难过的一回。那怎么中奖了还难过呢？我上初中的时候经常买饮料喝，每次上面写着都是谢谢惠顾四个字。中考的时候我突然间惠字不会写了，然后我就赶紧把瓶盖打开一看，写着再来一瓶。是挺让人难过的。香哥，你也别太难过。那天他告诉我他要结婚的时候，我心里特别难过。然后结婚当天我去了婚礼现场，当时我强忍着没哭出来。他在下台布妆的时候我们俩见了面，他跟我说我以后会遇到比他更爱我的女人。我跟他说现在爱不爱的都已经不重要了，我就想问你一个事儿，到底啥时候开席呀？就是你把门上的包包了，我都饿死了。